你先啦哈，我是白的哈。好恐怖！冠军脑袋太好了，要赢你很难呢，要非常的伤脑筋。跟爸爸那个比这种棋艺也是，哎呦，脑袋要很够灵。这样，先这样。哦，好恐怖哦！这冠军在搞什么？会紧张呢，感觉跟真正比赛一样。你想给我搞音的？棋艺没有什么音不音的，真是恐怖哟！非糟糕。我们给它煮起来。想一下。学冠军越来越会这种阴招，这种阴招很恐怖。爸爸有时候也会来一点阴的，打棋就是要用阴道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阴道才会赢。赢了。二四，然后赢五，哎。输了，我没有看到，太棒了，输了，爸爸就要下去拿水了。我知道你很爱我，我知道儿子会帮爸爸的，谢谢冠军，不行，谢谢你，愿赌服输，我愿赌服输啊，可是你是孝顺的孩子。